Hello， 大家好，上方欢迎收看我们的 Minecraft 国外伺服器实况。今天要玩的是 GTA 伺服器。啊，收到你们的信息了！天哪，你们叫我破门！天哪，我去哪里破门？好了，我去破门了，好不好？我去破门，我叫你们破门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一些东西没有卸掉，你不要介意哦。有最近装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啊，好，叫我破门哦，八伏。那今天去八伏破门。还有九伏，我忘记了。我要只有带来一伏了。八十九，我想我在八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哦，对，我在八。好，你们说要去所谓的破门教学。好，那跟你讲啊，说真的，现在人算69个了。用口水。啊，反正你们这样，我去吃屎吧！真的假的？吓到我了，我最后特别挑了早上来再拍一次。你们要知道怎么破门的话，其实破门不会太难，只需要一台车子。好了，那各位，那我先到入口。然后再跟你们讲那个方法，因为我一直不断收到留言说兔子这么破门，这么破门，我的，我知道我要拍啊，可是因为基本上这样人数我不会想，不会想破。哎，你们知道很累吗？选没有开到，我不想开到，对不起。有窗那些东西还没关掉，我挖矿的时候需要用这些东西。破门的话其实难度不会太高。一般来说，看，哎，三 T 哦，忘记了，没有在啊。我该把这些东西卸掉了。好啦，那看看、啊。告诉大家，神奇秘密基地其实我被骂了一会儿，因为有人知道我把这地方给泄露出去，但是其实我就不想玩了哈，我已经退休了，要上装备还要玩啊，真的假的？好，到了各位，在这里。对，就是秘密基地的入口，好，地下堡垒啊。就拿到你的下杠到处跳来跳去，我不想受伤。OK， 很紧张哈，很刺激哈，每次下来都是一边杀，真的。还没有人，要不会阻挡我破门计划？这集会拍的比较短一点，因为只敲大家怎么破门。看，人很神奇被锁住了。好了，首先拿着你的 car， 在左右脚点一下，右脚也可以。然后之后在这里打开，就出来了，这就是破门。啊，你看不懂，还想知道里面怎么破？好吧，我再教你一次。好，我就会死掉，真的。它里面可能会锁，那这样子，有没有会开啊？里面哦没开，啊，怎么办呢？这里其实我记得，在这里给破门，左下角，啊，就破门哦，赞，又一次成功破门。我要走了，我不想翻箱子啊！其实很多天的啊，我记错好了，就怕有人，我只怕有人。就这门被锁了。好了，各位，门被锁了，那没办法破，真的。啊，嘘，安静。
这里是三门，就是三个门组成的。然后基本上这边被锁，就只能等人家开了，好不好？反正就大概就是这样了，破门就是这样子，如此的简单。好的，那坐标问题的话，才不要告诉你们嘞，妈的，没告诉你们就死得惨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子了，就是所谓的破门。好的，大概就这样的，非常感谢各位收看。那大概就是泰坦四五七了。好了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